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ker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箱这台 GoPro 10。那 GoPro 每年基本上都会出新的一代，像去年的 GoPro 9，那当时的售价是在大概16000多块。那现在我们看到 GoPro 10，我们直接先讲售价。这一次 GoPro Hero 10的售价是17000。那个人觉得的话，这次的售价是算偏贵的。如果再加上 GoPro 的自己的配件的话，加一加大概都快要20000多块。不过，我们先来听听看这次 GoPro Hero 10它有更新哪些配备，然后我们再聊聊看，到底要买 GoPro 9还是可以直上 GoPro 10。首先，先讲外观，外观基本上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差别，唯一多出的就是机身上 logo 换成了蓝色，蛮不错的。多了点色彩，也因为没差别，所以配件、电池9代跟10代是可以共用的。那性能规格的部分，你把它摊开来看，好像跟9代差不多，画质帧数提升、像素提升而已。不过这次 GoPro Hero 10真正最大的亮点，就是它换了全新的 GP2 晶片，影像处理的速度更快，品质更流畅。在上一代虽然加入了前置萤幕，但因为晶片演算不够强大，会有卡顿或不动的情形。现在换上全新的 GP2 晶片，就连录 5.3K 60帧也能顺顺的跟上动作。也因为这晶片，这次的 GoPro Hero 10录影帧数有往上提升。虽然画质没给到 6K 8K， 但从原本9代只能录 5.3K 30帧，现在 GoPro Hero 10能录至 5.3K 60帧、4K 120帧、2.7K 240帧，拍照画质也有达到2300万画素。这样的规格，我相信对一般的消费者绝对是非常的够用了。因为如果再高给到 8K、6K， 只怕你的电脑跑不动，剪不出来而已。再来就是 GoPro 最强的防守阵，这次又提升了 HyperSmooth 4.0。这次的提升真的是强到不行，不管是走路、跑步都非常的稳定，不会有画面扭曲变形的状况发生。再来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这次它的镜头终于可以拆下来做更换了。身为一台运动相机，却不能换镜头，玩个滑板抛开摔坏了镜头却不能修。 GoPro 终于听到消费者的声音，现在 GoPro Hero 10镜头坏了，你只要把镜头拆下来换上新的就可以了，又可以继续拍摄了，或者要玩其他特效也都可以做更换。好，讲了这么多的优点，现在来讲讲它的缺点的部分。 GoPro 相机从过去到现在都会有的相机容易过热、宕机的问题，作为一台运动相机，免不了会有遇到太阳曝晒的问题。虽然 GoPro Hero 10已经改善许多，不像我的7代常常闹脾气，但还是会有，还是会错过很多画面。再来就是电池续航力的问题，你买了 GoPro 一定还要再买2到3颗的电池，不然你绝对不够。你可能讲解得很开心很欢乐，结果后面一大半都没录到，那你一定会被他气死。再来就是夜间画面烂到你用手机拍都可能比他好，不过这我也能理解，手掌大小的相机它的感光元件是能有多大颗。不过我相信以现代科技技术一定有办法解决，希望 GoPro 在追求更高的画质之前先能改善这部分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台 GoPro Hero 10到底可不可以买。那我觉得是可以的，这是全新的 GP2 晶片改善了它前置萤幕会延迟lag的问题，还有它的操作界面也变得更流畅。如果你是影片创作者的话，你想要买一台相机，然后记录你的生活，拍个 vlog， 那这台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， CP 值也很高。毕竟它能带你上山下海，还有能录到 5.3K 这么小的相机，我想只有 GoPro 能做的。那如果是 GoPro Hero 9的使用者，到底要不要升级买 GoPro 10呢？我是觉得不必要，毕竟这一台全新的要17000块，那不如把这个钱省下来买一台 Insta360 或者一台入门的单眼相机，我可能觉得还比较划算。再来就是很多人会问我的
这一台 GoPro 到底适不适合拿来当行车记录器？我觉得，没办法。就像前面说它的缺点，就是它会热宕机，很容易热宕机，不然就是很耗电。基本上一颗电池只能撑一个小时吧，除非你是通勤的话，可能还可以。但它的机体也蛮小的，就是看很吃记忆体，它没办法重置档案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对这台 GoPro Hero 10的开箱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好吧？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